特权跟摄影师上床是很正常的。你，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和每个摄影师都发生关系？我保证，你跟我就够了。我的作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来之前根本就没有打算这样子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后挣的钱我也拿不到。说句实话，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让我着迷的女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做，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会给你一种推背感。如果说你不想这样的话，可以离开了，去找一个比较斯文、文质彬彬的摄影师。OK。如果说只是一次的话，未免不太值得投入吧。如果你不想让自己身败名裂的话，就凭这啊，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就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你想得美啊。你下次好好动动脑子啊，你会的别人早就会了，要跟着时代走，要不然你没有出路的。那要是强势点呢？强势？强势的话你还会在这里吗？啊，就这么走了？难道你还想请我吃饭吗？饭肯定是有啊，不过我想让你尝一尝其他的美味。不感兴趣。啪啪的，我一会儿睡着了。一会儿你是想要啊，还是想要啊？讨厌！你要是再说这么昏昏的话呀，我一会儿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这不就是躺着中枪吗？啊？讨厌，弄疼我了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一会儿我就不满足你了。原来我还真的是要快睡着了。快说用力啊。我可是很文明的，就说。来吧，宝贝，快点，快点，脱掉我的衣服 ，Come on, baby。
想要脱衣服呀？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你这脸上的淤青是怎么弄的？我要说是女人弄的，你信吗？信，怎么不信呀？哎呀，宝贝，不要讲了，快点快点脱掉我的衣服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，我想要你。想要脱呀，自己来。你这个可恶的小骚货。好，我自己来。那你也要脱？你怎么不脱？人家是想多看看你那魁梧的身材吗？这一刻都不想被衣服遮住了眼睛。来，宝贝，快看我魁梧的身材，来，抬起头来。说什么？是你该把头抬起来。想不想让我为你捏？想啊，我都等不及了，来，快点。这个应该我问你吧，啊，宝贝儿，让我们痛快淋漓的。哎，别着急呀，这凡事啊都讲究个情绪。你这么着急，难道是要急着离开我吗？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啊？让我们围绕着一个话题继续下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缠得你呀、啊，到你呼吸不过来啊。嗯，那就好，我相信你。现在呀，我还要把你的双脚也捆起来。你这是要玩策马扬鞭啊？哎，这可由不得你了，我说怎样就怎样。哎，还有，我不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再说那么坏坏的话。我说了，人家可是很单纯的，别把人家给带坏了。你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这辈子听的最大的一个笑话。就像你这么淫荡的女人，你能讲出这话来？笑死我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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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肝宝贝儿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，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说这样不文明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立起来的？哎，你没看到我这一身的肌肉啊？啊，我做仰卧起坐，我一坐一天我都不带休息的，我。哎，你叫我什么？这，你应该叫我什么？小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美女美女，总行了吧？宝贝，我现在感觉到。一阵一阵一阵的，哎，为什么突然离开了我？你在干什么？Come on， 快 ！Come on， 快！嗯，你刚才啊，让我很不开心，我要好好的惩罚一下。那这样吧，你不用那么累了，我直接骑你身上不好吗？我不嘛，这样好好的惩罚一下。好好好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你说的。嗯嗯，那我来了。嗯，我呀得把你捆得严严实实，嗯，免得你起来吓到我。我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技能，得把你绑紧一点。哦，小心，不要弄掉了哟！我把它蹬飞，我带着吧，我带着头，带着狗。带什么？要文明哦。我带着塑料，我带着塑料狗。嗯，对。嗯，你在干什么啊，宝贝？宝贝，人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个贱人，你干嘛？你给我松开！